哦，你们都没有在这边的。小心，小心。副议长，拍着我们前面有人，你稍等一下。好，在那边吗？没关系，你们排到副议长后面，好不好？手机有。OK， 好。等一下，我帮你联络了。刘海帮我拨一下，好不好？三四六 ，OK， 往前。哎，副议长到了。嗯，应该会吧。副议长，你手机有带吗？我们要关机哦。没有，没带。OK， 好，那我帮你消毒一下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好，稍等一下。谢谢，谢谢。哎，三六四，副议长。好，谢谢。大哥这边。你有带吗？要关机了。然后，嗯。手机有带吗？手机没有哈，来。你稍等。好。手机要关机哦。来，持续，持续，继续，没关系，继续试一下，复工再试。谢谢关心，谢谢。那他今天会出来投票吗？我不清楚，要看看医生怎么评估吧。谢谢，谢谢。为什么那个爸爸好像不是在这个投票所，是在这里？我不晓得，因为我们家人太多了，所以各自有各自的投票票。会让我们耽搁两分钟的时间啊，等你看看一下状况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哎，等。谢谢。副议长早。早上，谢谢。我请个小宝。阿公，昨有伫厝诶替宽恒加油无？阿今仔到特别较早起床。严董今晚身体状况啊，那咱帮我们早起来关心。这边好，我这边还是要经过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好，还是要经过，哎、欸，阿北，等一下，阿北，等一下，
啊，阿伯来，啊，你有带手机啊无？有。哎，手机要帮我关机哈，手机，大哥，手机要帮。啊，哎，阿伯，我帮你消毒一下。手伸出来。手，阿伯。手伸出来。手啊。360。啊，大哥，你等下你的体温要记哦，因为你要签陪同者。嗯。359 ，OK。好。帮我帮你消毒一下。好，谢谢，嘿，谢谢。等一下，请出示你的身份证哦。哎，等一下，嘿。大哥，那个陪同的要讲。哎，阿公麻烦，你口罩摕来一下，口罩、嘴烟摕来一下。口，这个爱摕来一下，嘿。会来投票吗？身体状况比较好的哈、哦。对，我说话。我们知道严董现在目前的身体状况如何吗？他今天有没有得知他今天会出来投票的消息？是。阿妈行，阿妈行。